有来医生，有健康享未来。幽门肉瘤可以治愈吗？邓晓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肿瘤科主任医师。幽门肉瘤虽然是一种高度恶性的原发骨肿瘤，但是呢，它如果通过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治疗的话，我们的大多数的病人是可以获得长期生存的，甚至我们有一部分的病人可以获得治愈性的效果。通过放疗、化疗、手术的综合治疗，我们现在幽门肉瘤的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60%，甚至有些报道可以达到70%或者更高。在我们国内呢，因为有各种条件的限制，幽门肉瘤的治疗并没有达到完全的规范，所以我们的这个生存率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但是呢，幽门肉瘤的病人通过治疗还是有很大的希望可以获得长期生存和治愈的。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所有的病人能够接受正规的对于幽门肉瘤的治疗。专家提示，幽门肉瘤是一种高度恶性的原发性骨肿瘤，但是只要通过及时规范化的治疗，大多数患者也可获得长期生存，部分患者甚至可达到临床治愈。目前临床上治疗幽门肉瘤主要采取手术、放疗、化疗等综合治疗方法，5年生存率可达到60%到70%。